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在高雄召开，韩国瑜说罢免案与国民党无关。白鸭蛋庆祝台湾59天无本土，专家小组初步决议二采阴就解除隔离。安倍晋三表示 G7 七国集团将对港版国安法发表联合声明。中国大陆南方11省洪灾扩大，一天就增加百万灾民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版间8点新闻。